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阿山胖虎综合症二。沉默其实都是欺凌的一种。老婆，我咁夜咩声啊？阿生，做咩系咁打个枕头嘅？入可啦，入可啦 ，Chinny 姐，你睇下有冇问题？欧阳，帮我分咗份 print out 未啊？欧阳，哦，系，我帮手啊，哦。好啊，都系唔好啦，唔好啦，等我嚟翻啦，好快咋，好快咋。哦，你寻晚应该都好攰啦，嗬？吓，你嘅意思系 ？Be quick 啦，快啲手啊！呢个客出名麻烦噶，欧阳，你唔系唔记得啊？哦，记得啊，屈小姐啊嘛。一年一次，怎会不记得啊 ？Oh my Buddha， 你知道就好啦。一阵我哋快快手手，咩都 OK OK 咁样过咗佢就 OK 啦，知唔知啊？阿珊，一阵佢 question 你嘅时候咧，唔使惊啊，你好 relax 咁样应佢就得噶啦。哦，知道 ，Jenny 姐。Hey Jenny。Hello 啊，小姐，好耐冇见啊！哈哈，你有冇挂住我啊？梗系有啦，每一年我都好 look forward 同你合作嘅，屈小姐。大家咁话啦，呢只嘢我见过几次啦，叫欧阳系嘛？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屈小姐，呢只就生面好啲啊！嘿 ，introduce 自己啦。哦，你好啊，我叫阿珊，我系新加入威维嘅。咁以前在上海读书噶，在上海读书啊？笑大人个口咩你？我嘅意思系喺上海读书。哇！你小心啲讲嘢啦，你知啦，广东话咧就唔系人人讲得准嘅。你一阵讲到粗口咁就真系唔好啦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而家都好努力咁学紧噶啦。唔识讲就好心，你唔好学人讲啦！你讲到咁嘅，哦，那我说普通话好吧？不如你试下唔好讲啊！唔好唔好，你同我讲下你哋今年个 budget plan 啦、啊，我想考下自己 listening 啊，睇下我听得明几多都好啊！Chinny 姐，屈小姐，点话点好啦？嚟啦嚟啦！今年我哋嘅 idea 主要就喺用 POV 镜头，第一身咁感受客人嘅输入，所以喺 budget 方面咧都可以增紧咗 talents 嗰一部分。咁至于后制方面咧，就可以有空间加多啲 effect 咁样啦。哇，唔得啊！喂，你哋听得明啊？我净系听得明 effect 同埋部分两只字啫、啊。都唔系嘅，都听得明啊。不如你考虑下翻内地做嘢啊！你同客都沟通唔到，点可能做 A E 啊？啊 ，Well， 阿珊啊，你拎杯咖啡俾屈小姐啦，快啲快啲。哦。啊！哎呀，吓死人咩？你冇事啊嘛，屈小姐。冇事啊嘛 ，Sorry 哦。喂，唔系啊，阿珊你有事啊，你流血啊。吓？看看你，谁人可比你好？好得这么恐怖，真的不知所措。连前途那伤口，也细致的问到，痛到那种程度，迟一些可会好？还提及上次恋爱，预算与我终老。在和他一起，也想起我的好。伤我或是害我都惨，不过教我记得一起幸福过。情愿我听不清楚，当时谁人口口声声不会掉低我。待我差，我没有内涵，为
成为密友梦，你说得真轻松讲笑也别太过。阿山伴虎综合症二，欧阳玲是欧阳， Winnie 是阿山，谢西嘉是 Jenny。 面对霸凌选择沉默即是助纣为虐啊，我不要再忍了，上来我的 Facebook page 欧阳玲酷欧阳，一起帮我想想怎样帮阿山反击啊。欧阳自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伤我或是害我都惨不过，教我记得一起幸福过。情愿我听不清楚，当时谁人口口声声不会掉低我。待我差我没有内涵，为何扮好心慰问很挂念我吗？还能成为密友吗？你说得真轻松不爱我，别赖拖。借过